妈妈的生日。什么？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吗？是啊，晚上我们给妈妈来个惊喜派对吧。哇哦，我们买一个超大的巧克力生日蛋糕吧。什么？那是你喜欢吃的蛋糕吧？我要买草莓蛋糕。不可以，就买巧克力蛋糕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蛋糕。比特，你要看好脚下呀。那是蛋糕店，太好了。等等，我也去。哎呀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这个巧克力蛋糕看起来真好吃啊。这个草莓蛋糕也好吃。请给我一个芝士蛋糕。什么？不买巧克力蛋糕吗？还有草莓蛋糕呢。妈妈喜欢吃的是芝士口味的蛋糕。这是您要的芝士蛋糕。好的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谢谢你，安巴。真没想到会被电梯门挤到手。手扶在电梯门上是非常危险的，一旦被夹到手，可能就会伤得很严重。以后可要小心一点哦。我会小心的。苹果看起来挺新鲜的。明明是妈妈的生日，这算什么？都是爸爸在挑选，都不让我们来选吗？这样可不行，妈妈的生日礼物得我们来选。怎么选呢？这些应该够了吧？宝贝们，比特，不要啊！爸爸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因为想给妈妈挑选生日礼物嘛。是的，我们也想一起准备妈妈的生日派对嘛。总是爸爸自己在挑选，根本就不听听我们的想法。爸爸是那样子吗？我真是太过分了，对不起。那么我们一起给妈妈选个礼物吧。好。这个吧。好的，那就买这个送给妈妈吧。太棒了。我们该回家了。爸爸，我的腿好疼啊。露西走累了是不是啊？比特，帮爸爸提下这个。好的。爸爸，等妈妈回来，我们就关灯，假装家里面没有人，然后我们就端着蛋糕突然出现，妈妈肯定会吓一跳的吧。比特，抓好扶手，注意看着脚下。肯定很有趣。比特，不要啊！危险！没事吧，比特？我没事，谢谢你了，安巴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对不起了，我应该听爸爸的话，小心一点的。比特，我来告诉你，在购物中心要注意什么。乘坐扶梯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打闹或者将身体转向后方。乘坐时一定要扶好扶手。像鞋带之类的物品，如果夹到扶梯缝隙里，很容易绊倒人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购物车千万不可以让小朋友自己来推。着急通过自动门或着急乘坐电梯，很容易被门夹到或撞到门，一定要确认门完全打开后再安全通过。一定要记住哦。记住了，安巴。老公，宝贝们，妈妈回来了。拜拜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福亲爱的妈妈，祝福亲爱的妈妈。天哪，送您的生日礼物。这可是宝贝们精心挑选的礼物。真的吗？妈妈好感动啊。
谢谢你们，宝贝们。不客气。在火车站台上要小心。太好了，要去看大海了。妈妈，开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距离火车开车时间还早，别着急。大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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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开心啊！什么？火车已经开走了？是，刚刚开走了。下一趟火车会40分钟后抵达。还要等40分钟啊？时间好长啊！海风吹来好凉爽啊。老婆，什么？会晚点到吗？我们错过了火车，只好坐下一趟车了。比特，比特，干嘛？越过安全线是很危险的，赶快到安全线里面来。哦，嘿嘿嘿，妈妈，我们还要等多久火车才来呢？这个嘛，10分钟吧。嗯，妈妈，那现在呢？比特，你不是刚刚才问过吗？那么现在呢？还要多久啊？比特，列车稍后即将进站，请各位乘客火车来了，来了！哈，大海呀，我来了！比特，别跑，慢慢走。没事的啦。比特，把我拉出来，妈妈。不是叫你慢点的吗？没有伤到哪里吧？没有，我没事。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呢？我们是要去海边玩。我们去游泳，还要在沙滩上堆城堡。哦，对面的那趟火车才是去海边的。什么？不要走啊！难道还要再等40分钟吗？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因落石事故，去往布鲁姆斯海边的列车将会晚点。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啊？落石事故，去往布鲁姆斯海边的列车。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安巴，这里的落石清理干净了。好的，波利，那我在火车站这边再确认一下。好的，辛苦了，崔诺。现在可以走了。哦，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那我可就继续赶路了。再见，崔诺。列车稍后即将进站，请各位乘客站在安全线以内候车。妈妈，妈妈，大海真是太好玩了。好玩吧，下次我们再去吧。妈妈，我现在想去洗手间。哦，好的，妈妈带你去。比特，在这看好行李哦。好的。乘客请注意，开往布鲁姆斯海边的列车即将进站。什么？列车即将进站了？妈妈，火车马上就来了。妈妈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先把行李搬过去好了。快点，快点。不要啊！开往布鲁姆斯海边的火车崔诺即将进站了。前面那不是个孩子吗？快闪开啊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比特，危险。没事吧，比特？没事。刚才差点就出大事了，比特。对不起，我本来想把行李先搬过去。比特，在列车站台上候车时，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：在站台上奔跑或者打闹，很容易掉下站台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还有，一定要站在安全线以内候车。争抢着上车或者你推我挤时，很容易掉入站台与列车的缝隙里。就算赶时间，也要遵守秩序排好队依次上车。如果有物品掉落在铁轨上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跳下去，一定要及时向站台工作人员寻求帮助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好了，宝贝们，我们上车吧。好的。太好了，终于要出发了。出发喽，去海边喽。那么我们出发吧。哇，舞台真棒。我要敲大鼓。不行，大鼓是我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要敲大鼓。站住，凯普。不行。我说。舞台被你们搞砸了。麻烦了。快跑吧，凯普。等等我。你们去哪儿？怎么办？安爸，怎么样了？小娟，看来我们得取消演出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斯库比和波斯提还没有和好，再加上凯普和斯普奇争抢着要敲大鼓，把舞台给毁了。什么？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是还是想让你替我跟大家说一声，演出取消吧，对不起。安巴，连安巴都放弃了，要是知道演出取消了，大家该会多失望啊。是啊，我们精心准备了那么久，难道都要白费了吗？Polly，我们还有点时间，重新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就可以演出了吧？对，舞台虽然塌了，但是我们只要努力，肯定能赶在演出开始前修好。不过，说服斯库比和波斯提才是大问题。我认为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斯库比和波斯提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。没错，那样的话，他们两个也就不会再各执己见了。我和罗伊去重新整理一下舞台，小娟和海莉，你们两个负责说服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赶紧行动。罗伊，我来负责整理乐器，你重新安装一下设备。好的。霍里罗伊，我们来了。欢迎回来。现在就差安巴一个人了。我真的很尽力了。虽然很累，但是练习时也很快乐。安巴，请你马上回到演出场地。什么事啊 ，Polly？ 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哇，你们欢迎回来，安巴。安巴，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再也不会因为大鼓而吵架了。一起加油吧。加油啊，安巴。谢谢大家，我也绝不会再放弃了。谢谢你们重新聚在一起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吧。大家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斯库比、波斯提、克里尼是我朋友，斯库奇、布鲁诺、麦克斯是我朋友，米尼、鲁迪、本尼是我朋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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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
玩球风波来啦！拦住！来接球，查尔森！嘿！查尔斯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都没接住球嘛？对不起，看来我真的没有运动细胞吧，连个球都没办法接住。不是那样的。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好好玩吧。等一下，查尔斯。你肯定也有你擅长的运动的。是，我们一起帮你找找看。真的吗？好了，现在可以了。没事吧？剧烈运动前不做热身运动很容易受伤，一定要先做充分的热身运动，把身体活动开。以后我一定会先热身的。我也是。好的，别忘记哦。查尔斯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发球了。叔叔，您没事吧？对不起。接球，查尔斯。这就对了。做得很好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投篮试试吧。好的。好可惜啊。我来给你做个示范吧，看好喽。像这样投篮。别跑。小心鸭子。你怎么能突然冲到马路上来？多危险啊。对不起了。看到了吧，像他那样可不行哦。很好，你可以的。你再试试看吧。再自信一点。没有球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交给我好了。小心点，比特。没事的，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还差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可以了。比特。我快要掉下去了，救命啊。比特，我去接救援队了，你坚持一下。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。不要啊。危险。比特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您吧。你怎么爬到那么高的柱子上了？真是太危险了。我知道错了，安巴。我来告诉大家玩球时要注意什么。不能悬挂在球门上或爬上篮筐，一旦不小心掉下来会伤得很重的。在玩球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。还要注意不要砸到路过的行人。所以应在没有行人和车辆经过的地方玩。如果球滚到了马路上，自己去捡球是很危险的。这时一定要向周围的大人们寻求帮助。怎么样，都能做得到吗？能，一定照你说的做。你可以的，查尔斯。加油。投篮成功了！你真棒，查尔斯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投进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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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